拿去买羊，娃娃的压岁钱把它拿去买羊。这是谁的钱呀、啊？谁的钱？爸爸钱。拿来干嘛的？给媳妇。去媳妇呀、啊？可不可以给妈妈拿去买羊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真乖。好久没发工资了，把娃娃的压岁钱拿去买羊，我们看一下够不够。26张，看够不够去买羊。2 hours later。人生没有什么意义。哎呀，好可爱啊！你看这里还有脚，还有脚，还有脚。来，这个工人。上车了，回家了。兑钱换了4只羊，够让我。啊，捡了2只小羊。给你什么？这儿放进去。该上你们就上了你们。啊，他今天吃这个。今晚上在这里睡好不好？跟小羊一起睡好不好？